声音叫醒。当我看着窗外的天空，看它又在为我着迷。很多时候我会懒床，妈妈喊我被子都要抓紧。我答应马上起床，让自己先保持清醒。收拾我的衣服，洗漱，然后到餐桌吃早饭。出门就换上校服，我去上学，父母都去上班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的路线一直没变。今天送我进学校的早餐店的对面。奔跑的操场，就像那小鸟在天空翱翔，不怕路途中有困难阻挡，也要飞向向往的地方。思念的生活漫长又短暂，等不到我们有更多的感叹。无论我走多远，都会一直回头看那夏天的三班。抽屉，在夏天的某个角落，奔跑到操场去。就是上课铃声响起，追着把它放进回忆，把它留在旧的皮带，留在被捡走的橡皮。每当夕阳落在窗外的墙壁，听着窗外熟悉的那句蝉鸣，翻看扉页，翻看书本里留的问题，这是只有我们记得的电影。时间跑得飞快，就来到毕业典礼。曾经的往事不由自主地被讲起，很幸运我们能相遇在这个年纪，把大家所有青春的时光全都放在记忆里。还记得我们奔跑的操场，就像那小鸟在天空翱翔，不怕路途中有困难阻挡。